在吗？开饭啦！我在这边脸好大，谁让你坐那边？要先来自我介绍了，你先来。嗯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AKB48 Team SH， 耶！个人介绍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SH 的三先生慧慧，大家可以叫我李佳慧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SH 的三先生李佳慧，大家可以叫我慧慧，耶、yeah ！大家可以叫他笨蛋了。大家可以先叫他笨蛋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SH 的三先生，我爱你，大家可以叫我爱你。耶！我是聪明人。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SH 的三先生张大姐，大家叫我哲哲。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，我们今天脱离了基地，我们在外面耶。那边一桌的人看了。大家我们被那个了。把那个窗帘拉紧点好吧。别害怕，别害怕。大家我们在外面表演那个社交什么什么症。大家说什么？他们说三个小孩出来吃饭。谁家小孩？你猜。哎呀，帽子也掉了。他会的，我会看着他，让他多吃点的。今天这家餐馆是我推荐的，所以他今天就非常非常的积极，就一定。我本来想让他们去吃椰子鸡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吃椰子鸡。No, 大家知道吗？就有一个月，然后那一个月他连吃了三次椰子鸡，还天天抓着我们说吃不吃椰子鸡嘛，吃不吃椰子鸡嘛。现在我听见那三个字都 PTSD， 太离谱了。PTSD。啊，对了。我好像忘记了一件事情呢，老师上文案，老师来，没关系。重要的事情，今天要在刚开始就说，要在开始就说大家，今天的直播福利，这是一件大事情对吧？今天的直播福利是官方账号的直播全场高能榜前三的用户，将可以获得指定成员，而且是可以是单人，也可以是二人，也可以是单人的指定成员的拍立得前三哦。然后榜一呢是兔签的拍立得，稍微转过来一点点呢。对不起，妈妈，不是哲哲出话了，哲出话了。对的，我这个角度非常容易出话，只要我动一动，就容易出去。嗯，然后我接着说，有光。然后。榜一是兔签的拍立得，会写上你的名字哦。然后榜二是签名的拍立得，就是签上我们的名字。然后榜三就是指定成员的拍立得啦。耶！哎，是有人在问这个问题，我觉得会被问这个问题的肯定是李佳慧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看有人问你二分之一乘三分之一等于多少？二分之一乘三分之一，六分之一。哇塞！哇，大家为李佳慧鼓掌，为佳慧鼓掌。变聪明了。牛蛙，对，没错，就像老樱花口味的牛蛙一样。他长大了，大家，佳慧现在已经可以。对，我初中数学131，好吗？我真服了。啊，满分是不是300？150。你初中可以131，高考数学15。高中，请问你干了些什么？我要开始漏气了。我要等饭。对，没错，大家，我们现在在很积极的等饭。大家吃过饭了吗？现在这个点，我觉得大家应该这个点都吃过饭了。奶茶冲啊，他们好懂你啊，真的。这才几点？这才6:30。6:30。该吃饭了。6:30，我觉得之前都应该吃了。啊，你看，都已经吃了。哎，还没吃完，那数字可以跟我们一起吃哦。对，可以准备，跟我们一起吃。我们差不多要开始准备吃饭了。姐姐上菜了，30分，对，我们跟他们说30分开始上菜，就是为了跟大家一起开始。对呢，稍微有一点点没有准时呢。我帽子怎么？我们今天吃的不是火锅，大家是不是觉得之前一直都吃的火锅，所以就觉得我之前有跟你们吃饭，就是之前直播的时候我有吃过这家店。如果
如果是我的忠实粉丝的话，你们应该会知道是哪家。大家说我不知道。OK， 我不知道，当然不知道啦。几点奶茶都在说晚安。对，而且每次奶茶说完晚安之后，过十分钟左右他就会回来。可以跟大家聊聊你们点了什么菜啊？对，今天李佳慧非常积极，作为点菜大将，就说这个一定要，那个也一定要，这个也一定要。对，猜对了，炒炒黄牛肉。对，没错，好聪明。第二个也是我们一直想吃的牛蛙。对，哲哲今天就点名说一定要吃牛蛙，大家记住了吗？姐姐可以上餐了。就是以前他们报考的时候投喂那个牛蛙，我就说一定，他们很想吃牛蛙。啊，今天果然来吃牛蛙啦！什么叫今晚安妮还是安妮吗？当然是，因为他觉得我们又在互换身份。哪家店？你猜、什么坏女人下线？该坏的还是坏。不知道是哪家店。坏了。你不要。谢谢。今天可以夸可爱，今天不用夸漂亮。我今天很幼稚。打一架。谢谢袁志福，谢谢芝芝，李树竹。哎，什么什么亲上去不对劲啊！我们拒绝你，大家，我们直播间很健康，对吧？我们是一个绿色的直播间。我们今天只是在吃饭，我们没有别的事情。我们很绿色，对，我们就是我们就正襟危坐给大家表演一个标准吃饭，大家标准吃饭。告诉王安妮谁是坏女人，那我会给她一拳，告诉她什么叫力量。找我玩哦，好，笑死。背后的墙怎么是黄色的？因为在外面呀，大家。我胁迫老师带我们出来吃饭了，老师被我们绑架了，老师出来眨眼。对的，我们老师被我们绑架了。对，老师被我们绑架了，出来吃。如果你被绑架了，你就眨眨眼睛。回归绿色，后面是黄色了，不是绿色呢。对，老师被我威胁了，威胁他带我们出来吃饭，吃点好的。请务必吃什么？我今天刚刚李佳慧在拿手机计算器在那里算计，对，说看他的钱有没有点满。大家，我刚才再分享一件好笑的事情，因为他说要一定要点那个糖油粑粑嘛，然后一份是四个，然后他觉得一份他就老觉得我还在想这个糖油粑粑好贵、啊，然后他点了16块钱一个糖油粑粑，我说怎么那么贵啊？然后对面老师的花名是什么？以前是小蓝老师，现在是小绿老师。小绿老师绿了。小绿老师呢？很奇怪，李佳慧。这边拿着三个菜。好耶！耶！糖油粑粑。糖油粑粑。主角来了，是吗？一定要见见。你们能喝的吧？啊，柠檬冰用。谢谢你。你们这柠檬冰用有点丑啊，长相跟不太符合。说什么呢？食物和照片不太符合。我看那个照片，它上面显示对不起，我们家孩子很久没有关掉，我会打的。小蓝老师，大家都说最喜欢你了。小绿老师，他们问你会不会跳缩略图？这问哪一个？不会。好，小绿老师。眼睛瞪得像铜铃。老师晚上一起缩略图吧。老师晚上一起缩略图吗？哇，老师的表情好精彩。老师，我想把镜头转过去。老师说我要下班了，不要打扰我下班。自己买单，我先走。老师说他很想跳。老师说好想。老师抛硬币吧。我不是，我要教老师。老师老跑路，你知道吧？只要老师看到我，他就走。而扭头就跑，谁看到王安妮不跑吧？不是吧？他也不跑了，你看，可是我美瞳每次都很好看啊。不跑，你看王安妮跑了，再来，重来，咔掉刚才那段，重来一次。啊，不跑。黄牛肉要等多久呀？我怕晚吃糖油粑粑，我跑了，黄牛肉没了。我们要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李佳慧的笨蛋世界。哇，臭豆腐。笨蛋，李佳慧的笨蛋事迹，就是
笨蛋世纪的主角就是他，他长得真的很好看，他长得真的长得很好看，他有点像蛋黄。这是那个辣椒皮蛋，对，有点碎了，看起来很魔鬼啊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然后大家其实不应该，他们说小赖老师最喜欢过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喜欢我。哦，这什么？我知道了，小赖老师想和审核老师们一起过错。哦，老师，老师你哦，对，没错，不是刚才那个是糖油粑粑，现在这个是臭豆腐，没有想到吧？对，香菜，你们知道那个吧？知道吧？雷椒皮蛋，对，我还没有吃过。你们都知道，你们居然都知道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家湖南菜的店，但是它排队排的实在太厉害了，我一直都没有吃，懒得排。我当时就很担心。快吃快吃！要从哪个开始？是，我们吃点开胃的好不好？哪个开胃？那个大家，李佳慧说吃点开胃的好不好？然后开始夹起了夹起了臭豆腐。那我们也来吃臭豆腐吧。李佳慧的快攻不怎么样啊？他还没有我夹的快呢。李佳慧现在吃饭就讲究一个词，狼吞虎咽。嗯。最近吃饭可快了，特别吓人。嗯。好吃。我哪里吃饭很快？你都没怎么跟我吃过饭。嗯，大家能啊？离得有点远，听不到。它是脆脆的，会有那种沙沙沙的声音。你们开始吃饭了吗？下午的妈妈。哦，又来了呢。现在是牛蛙了。然后稍等一下吗？什么？我吃了臭豆腐什么什么？有点咸咸的。你还回大家说你是个女吓人的，好像现在是臭女人了。我今天我就臭女，我今天就是臭女人。我吃饭都很吓人，谁说的呀？他说你不许吃饭。我看到了一个吸板啊，一个鲨鱼辣椒啊，那你们做剁椒鱼头。Lisa 已经吃完饭，很那个，很准，就是在该吃饭的时候吃。吃完了已经，这么早？还没吃什么东西、啊？黄牛肉吗？是的。耶、yeah! 哎，能那个饭上一下好不好？谢谢，向敬礼。哇，大家肥肥小小黄牛肉，搭着点迷香菜把你穿到车根呢。好的 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。大家应该看一看，那这个牌子特别厉害，它有个好大的黄牛，好炫。黄牛，这是好大的黄色的牛啊，好炫呢、啊，看看。这么大呢，小兰老师还负责运镜，这太惨了吧！可以回来了，老师，差一点，老师，手动运镜，绝对没有辣的，其实这个饮料很好喝，真的很好喝，不错，柠檬味道的。我们尝一口那个肉，快一点！我的天哪，快尝一口那个肉，真的。今天我就负责吃饭，必须有人快点，你们聊着，不行，快点，你去尝一口这个黄牛肉，你怎么还在吃？我们不会把市场门口的黄牛什么什么什么，真的吗？哇，安妮居然还在吃臭豆腐，臭豆腐我都一口吞了。是的，我刚刚说黄牛肉，突然想到，奇怪，大家避开这个话题，大家弄这个话题弄弄吧。啊，我来看看李佳慧一直盛赞的牛肉。我知道，我吃。你确定它看起来？我觉得它适合下饭。我刚刚说把这个镜头放在这里嘛，但是这个转，这个是转的，所以不能放在这里的。大家就会看到，就是大家的视角就会随着我们的菜一起转动，就是沉浸式进食。什么叫我干饭很生猛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有点想要拿这个呢，我想吃吃吃。你尝一口，我给你尝。拿一个这个，我的碗一点都不辣，有点脏脏的。那我放盘子里，还好我的盘子还是干净的。宝宝，为什么没有勺子呀，宝宝？因为它就是没有勺子，它是这个的公勺。宝宝，主要是我也想吃，就是我怕我吃了之后我吃不下饭了。我要吃这个，你吃一半嘛，行。耶！大家这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蛋黄？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生吃蛋黄，我还能把蛋黄夹起来，是不是很厉害？厉害的，牛的牛的，来牛牛牛。什么每次的头饰都很诡异，明明很可爱，那是熊啊，不可以说它诡异，撤回，这还能撤回的吗？一般吧，我觉得，觉得就是哪个，这个我觉得还好，这个还挺好。对，李佳慧就是到哪都要叫宝宝，
怎么办呀，宝贝？我怎么办呀，宝宝？他才是海王。宝宝怎么办呀？我到谁都喊别人宝宝，我喊你们也是宝宝，是不是啊，老师宝宝？哇哦！蜜姐，对。我也是江辉的宝宝，江辉能不能正常一点？好的，立刻马上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恩妮，我们两个。恩妮的胖。回家要表演了，大吃一口。你这就是想看弹幕。让你看看老师，老师不会轻易出镜的。加糖炒花菜。谁说我一口半碗饭？晚饭就是这么大一碗哎，我能做到吗？这是你的牛蛙，好像在对面。是牛蛙呀？是呀。不是那个，不是牛蛙，那是我们牛蛙的。在那里。你的牛蛙来了，我要吃。牛蛙。那我给你把这里一下。谢谢。牛蛙。嗯，太对了。这刚才很香耶。一口，大家开始卷起来了。他们开始说李佳慧一口两碗，那我不行，我不行。谢谢小林的聚光灯。你们是怎么做到吃饭口红不掉的？用的唇釉呢？我觉得可能是你有滤镜。我也觉得可能是口红它会带。真的太红了，又没调过。我就是他给我是什么样，我就是什么样的。我还是大了点。很弹那个。我们要开始努力吃饭了。我一口三碗，我好厉害啊！那你一口三碗，卷起来，快点，一口四碗。今天直播结束的时候，大家都成为了可以一口吃很多很多碗饭的人。三口一只猪。哎呀，可能你们都不懂，真没意思。三口一只猪。我一口十个李佳慧。我一拳十个李佳慧。好辛苦，太快乐了。当然要顾着看镜头啦。眼珠，你的双掌还消红眼是吗？过分了哈！大家，我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，大家，我从这里靠出来，我要拿出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一只猪。我不理解。很幼稚吗？你这个心态已经变过好几次了。没，我没跟他变过，我先跟你变的。好，大家，我变的猪好看吗？美猪猪好吗？对吧？你看我有点东西，对吧？牛蛙好吃吗？太好吃了！谢谢薰衣草口味的。什么幼稚？撤回！荣耀战旗是什么东西？嘎嘎奈米。猪需要好看吗？猪也需要好看的嘛，大家。猪的腿都可细了，而且猪的体脂率很低呢。提到知识方面，李佳慧开始皱眉。好羡慕啊！你说那些猪，他们好吃懒做，天天睡觉吃饭，还这么瘦。但是他们最后的命运是被吃掉呢。人不有意思。猪也不有意思。你知道我们负责在后面说话，李佳慧负责在前面配表情。我们就是在说，对，没错，赞成，实推，说得好。我们不配当猪，因为我们的体脂比猪高。嗯。以后大家可以随便说我们是猪哦。哎，我可以。等一下，我锅就点了这点吧。还有。还有哦。谢谢。
靓美女，你们这边三个也零食卷了。哇、哦，好大，它比我想象中的大好多呢。很像一个馒头啊。对啊，它看起来好像一个花卷呢，大家。可以拿起来给他们看一眼。大家，我以为银丝卷这个名字会是那种精致的小点心，然后它现在这么大，你看这个比，这个比李佳慧的头还大的蒸笼里面装了三个，大家听到银丝卷这三个字，会不会觉得就是那种精致的那种像龙须糖一样的小点心？结果那么大。震撼！大家可以从我震惊的表情中看，震惊的表情中看出李佳慧现在吃饭的速度。什么东西啊？就是那个银丝卷，怎么吃这么快？所以我才震惊。知道我刚才，李佳慧太恐怖了。李佳慧两口一个馒头，大家整天都没有吃饭。我也没吃呢。我马上就要戳破你的谎言，你中午一定跟我一起吃。我中午看着你吃的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之前吃这个饼干，尝尝看吧。他开始在逃避了，你还会开始在逃避现实。你尝尝看吧，很好吃，好吃吧？哇，好下饭。这个馒头一点都不小哦，价值。很淡哎、欸，就是吓我一跳的那种。我真的以为它是点心，它是点心啊，是看起来像面条。对，它表面那种。我有带好好吃饭。哎，背后的就像那个电视突然发出了声音，吓我一大跳呢、欸。佳慧要一餐吃够本，一口吃五百，一口吃五百。大家，李佳慧给大家表演一口吃五百。今天晚上找你。我发现了，我一往前靠，我的脸就会变得很丑。我往后。给大家表演一个变脸。现在我们是一盏可味的聚光灯，打包点馒头回来。人家叫银丝卷，有那点像在煎的。我们馒头还没讲猪肉呢。对，你的菜都上齐了，只留这一块。你要小心这个红烧肉啊，锅边烫手。嗯。牛肉给你稍微拌一下。好。我们牛肉拌一拌再。那要帮吃掉吗？这个碗。那个臭豆腐就那么小一个，食物撤回。当然一口吞啦、啊。食物撤回。我点名批评。你吃个臭豆腐，你还分十几口咬吗？好兄弟。可以，就是也不用一口，你们分两三口可以。还行，不然会溅到脸上的。啊，会溅到脸上吗？不会吗？还没有。是吧？这个红花菜。嗯。那位姐姐能给我吃一口吗？不能哦。是谁呀、啊？是老板吗？如果是老板的话，看到我们这么努力的打广告，能不能免单啊？给你尝一口是不是？啊。喝两三口汤。能不能夹点东西再给？你这个太敷衍了呢、给他夹一个。给他夹个肉啊？夹个辣椒？你是人吗？有个喂不到你了。你在自己吃吧，给你加个花菜，全部一起啊！聪明动人，大家没有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不可以那个。玻璃外面叔叔在看免单，旁边大叔点餐了。他可能是震惊我们几个小女孩点的。一桌子，这也还好吧，红烧肉在这里呢，也还好，差不多有李佳慧在，一定吃得完的。是，好耶！我感觉还可以再吃。好烫。
很烫，这么烫吗？嗯，不要来了，很烫，这个很烫哦。闻起来有点腻哦。以为我要打它，没有呢。老师的认可。老师认可了什么？他说有李佳慧在，一定吃得完。嗯，李佳慧可能还能再吃一点。那时候刚往上看去。嗯，吃不完饭，吃完了再给你加饭啊，明天饭。我要开始认真吃饭了。什么请注意的背景音乐呢？谢谢我们 Angel 1087可谓的什么东西？为什么？为你加冕啊？那个不是啊，就是那个饮料卡到喉咙里去了。我们可以将这个饮料里面更好的成分提供。哦。给李姐再点份馒头。欢迎锦上药医，佳慧爆锅吧！这么能叫，这么能吃叫李家饭吧？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不能叫李饭会？确实吃得很认真。可是这家店真的很好吃啊！你们也知道这家店好吃有难排吧？谢谢我们虎踞铁皮牛蛙的牛蛙牛蛙。我也是，我在等你的看。为什么并不是我不想看镜头，大家是因为我看不清弹幕。对大家，不然的话就会这样。欢迎豆腐居然闭着眼睛看，豆腐子居然包子。你家李饭会就更好笑了，李饭会，李饭会就更好笑了。大家以后是吗？要记得叫他李饭会。老板要给我们免单。他就是好奇我们是干嘛的啊，老板，老板免个单吧，老板，老板。好像就小炒肉好吃啊，不是我没有点小炒肉。有耶，我点的。但是黄牛肉、小炒肉是猪肉。嗯。标准的小炒肉都是猪肉。开始了，就这个，就这个那个。我本来说今天这节课，今天吃完饭我还可以去旁边上点舞蹈课，发现我吃太饱了，根本上不动舞蹈课。在原地消耗吃的饭。对啦，他们家就是那个，就是、对，小炒黄牛肉。嗯。快吐出来了，有骨头。我不是猪呢。朱家慧，朱安妮，安妮是猪，我不是。大家看见了吗？我的伤已经死在这里了，因为我靠这种扳机，它就会死。你说话小心翼翼。安妮是蜘蛛。笑死！食物撤回。对你惹到我。哎，你这样用一下，然后我装死好不好？三二一，没意思，快来嘛！不跟你玩这个。我想吃这个红烧肉。嗯，有点烫。很烫吗？为什么都是肥肉呀？因为红烧肉就是有肥肉，但是我每次都会跳过肥肉。这个安静的样子好可爱，这个什么样子不可爱，真是。我知道，觉得这笨蛋的样子，算了，也挺可爱的。对啊，确信。豆腐大狗就喜欢这样，那我。就大家，李佳慧咬我呢。好幼稚啊，小学生，不跟小学生玩。哇哦！如果我是小学生的话，那你就幼儿园。能吃是福，是这样的，能吃是福。那我就要给大家表演福气了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山药吗？哎呀，有没有觉得不管吃什么都很好奇里面的配菜是什么？我就是那种吃饭都一定要把配菜尝一尝，我一定要尝出来里面放什么配菜。应该不是姜吧，大家？大家看看这个应该不会是姜吧？我觉得这个形状应该不会是姜，我要试试。可能是山药。我也觉得。山药。嗯。
粽子，好吃吗？烫，好烫呢，好烫呢。我也想，你待会你骗我，你告诉我这家店很辣，结果没有一个东西是带辣味。哦，我那天点的那个黄牛肉点的是重辣，谢谢你了，标准的。晚上好呀。下次可以试试这种寿司，和一个粉玫瑰。粉玫瑰？为什么问号呢？你一宝吃的是什么呀？这是山药。我也要吃。就是红烧肉里面的配菜是山药。但它很烫，你要等一会儿，对吧？我都跟你讲很烫了。哦，我跟那个食道下面感觉缓缓的在流下去，特别烫，很烫。对呀，烫的东西，大家烫的东西不好，就是要先凉一凉。很烫。什么叫笨蛋才会觉得烫？出去，给我插出去！晚上好。把天意给我插出去，气死我了！被辣到了，怎么可能？我一点辣味都没有吃出来。帮谁吃个辣椒试试？我可以给大家表演空口吃剁椒哦。辣椒，对，预防食道癌。要听医学生的话。为什么会食道癌？因为太烫了，烫的就会吃，烫的就会容易得食。快点配料。Lisa，你有吃过这家店吗？快点配料嘛。为什么叫？呸！你说不好的话要配料。好的，我看成李佳慧多吃点太傻了，我太无语了。不傻吗？李佳慧不傻吗？好的，傻的，我会多吃一点。辣椒就喝口水，我都是把辣椒当蔬菜吃的。要小糖，打人需要补充体力。我现在打一顿，大家给你们打一顿，表演一下我的体力。快咬我你！你家会咬人呢。我不要欺负队友，我就欺负。他是猪，他是猪啊！把你做成红烧肉啊！我发现我一直都在吃这么花菜。我也觉得那个花菜很好吃，你切一下。哎呦，小心！李佳慧刚才差点笑动了这张桌子。吃饱了，大力士三十。谁？就是这个银丝卷，我要尝一口。谁的呀？这是你的吧？我要尝一口，我要尝一口这个。是我的。没有味道那一个，它就是普通的主食。什么什么？就是没有东西，我也觉得他可能现在要配肉吃，他们好像配肉吃。原来如此，放下。什么说我们吃呀？怎么就我一个人在这吃？什么我急了？我才不急呢。我们吃呀。我没有急。哎，我喜欢这个的配菜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是木耳啊。啊？这个银耳吧，银耳，木耳真是，但是，它也算是红种。真的很瘦吗？我真的你怎么变成母亲？我的母亲，我很久以前就是他的母亲，但我现在不在世了。不在世了？我不在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不再拥有他这个不孝女。我不再拥有李佳慧这个不孝女。什么什么什么起来，佳慧打你，怪怪的。我也要吃了，有点厉害的。佳慧可以打我吗？我可以表演打李佳慧。
是淑女不打人哦。不是笨蛋不会打人。李佳慧非礼我。最近九九说我变态，九九自己不会呢。我这样经常见到安子也是亲亲，我见到九九也是亲亲，然后他们说我变态。痛苦面具，是淑女哦。应该会变态。哎呦。你还好吃吗？好吃呢，不然我为什么一直我想吃这个汤真的好吃。我怎么就带你走了？我不听你的话，多那个呀，多没面子呀。不行，我是正经人，我不会学这个的，我是正经人，很正经。多亲亲。可以打老师吗？什么打老师？老师，老师跑了！你们吓到老师，老师跑了。老师看到弹幕，急速跑路了。你是为什么跑了呀？老师章都没结就跑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你直接把这个拍一下，然后你就在那个淘宝上搜同款就有了。这个好像很便宜，二十几块钱好像。呜、哦，完蛋了，老师逃单了，怎么办？把李佳慧抵在这里。啊？李佳慧不够这顿饭钱。嗯。他要多打几天工。嗯。他多打几天工，欠的更多。你在说什么？这是能播的吗？你不是你打几天工能打多少个盘子呀？就是把盘子全都给弄碎了。把盘子给弄碎了，是吗？火烧灭了。火灭了是吗？我什么叫做我把盘子弄碎？不是，头饰是另外买的呢。对吧？李佳慧要是留在这里洗盘子，他洗两天能欠多少钱呢？过几天就吧，就把我们就都输这儿了。对，把我们都输这儿了。嗯。谁说我富婆？富婆的25块钱包邮的。你给你看，我这个耳环是昨天乐乐买给我的，好看，不是头发大夹，头发大夹是乐乐买的，好不好看？你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买什么呀？怎么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在吃？我们一直在那吃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你李佳慧否定我们的努力。你们真的不能用余光看一下，也能知道我们根本一直在吃饭。李佳慧否定了我们的努力，她说我们没有在认真吃饭。天哪，宝宝，那可能我太能吃了。老师回来了，老师你回来了。老师，他们要按你打你。嗯。你试试。够不着你，你让着。那是吃自助吧。哎呀，你们还没什么推荐的自助呀？够不着呢。我吃。老师跟我这样。老师跟我这样。老师很坏呢。好吧，你打一个。老师不是说今天还有一个老师会来吗？在路上。在路上。他来还能有饭吗？他自己吃。好。他自己吃。之前有一次我在剧场里面，我说我就很想吃这里的饭嘛。我问他说，还有多少桌不能外卖？我就问他说，就排了多少号了？他跟我说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帮你查一下，你前面还有300多桌。你知道吗？我那次晚上6点多，好像下午6点多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我问他说你排到哪？说他前面还有300多桌。我不怎么相信呢。真的。300多桌也太离谱了。真的。那这还，我觉得后面的人还排什么呀？是我的话，我直接放弃。可能有的人他们拿了号，他们后面没有，可能排都没吃了吧。没错，是哲哲。你不对劲，你居然看不出来哲哲。你要挨罚，你居然认不出来。
今天我没有进行吃饭直播，我只是在外面吃饭。大家今天整个是这个直播间的那个吃饭吉祥物。他说中间要吐了的那个是安妮吗？给我把他插出去，给我把柚子插出去，老师。给我那个右上路啄出去。太饿了，这是好事。太饿了，就是我们这是什么？是提醒吃饭小助手。我们是提醒吃饭小助手。理解吃，理解吃吧。我没有了，我也没有了，我很能喝水的。你要喝点。那个杯子呢？你撞过来了。没事。只是突然发现。你觉得这个什么冰又好吗？然而你也要被插出去。我这个发饰它没有挡在发际线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大家是因为啊，今天排练的时候头发有点乱，就顺便戴了个帽子，来掩盖一下头顶的杂乱。并不是在掩饰什么奇怪的东西啊，左边这位是猪。大家只叫他猪就可以，也可以叫他李范慧啊，也可以叫他李家笨，对，没错。陈述就是没有自己的名字，对，就是那个，只是今天透视本名，再加一碗饭的加饭，对，没错，大家李家笨，三个人的饭就先看起来差不多。你的饭为什么还没到？因为骑手想要饿你一下，想要馋你一下。对，范总，李家范，李九生，够你们吃吗？结束，你结束了。我刚才吃的多起劲儿，你没看见？只是坐在一起。什么呀？什么秃了又没有秃？我没有在掩饰。平和。最高的那个不是应该哲哲，是哲哲吗？啊，对，没错，左边这位是猪内。不对，他是李家饭，因为他喷一碗花菜，吃到喷啊！真的，我刚才还看着，我说花菜挺好吃，抬头低头，菜没了。好白的碗。怎么左边这么多人？左边是说我猪头的猪头吗？那是猪头。左边，阿妞，我不是猪呢。变猪。这个只有我会。没有，你不会。吃累了，歇一会儿还能接着吃。我吃完了。我还能接着开始进入饭后阶段。我把这碗饭吃完了，让我来看看还有谁没吃饭。来看看，真棒！我是拉菲士老师，把上面的肉都扫完，谢谢。然后也开始，你们拉吧吧，不能浪费，虽然也不是我的钱。是这样的，不能浪费粮食，就是中华之美德。你们是出门吃饭吃的最干净的一次，对，没错。真的吗？老师，我们还可以更干净一点呢。我还可以继续吃吗？多吃点，吃饱了再走。已经饱我，那我开始站起来吃饭了，李佳慧。进入了直播间，是的，为了看大家的弹幕才进直播间的。我刚刚一点都看不到，就是手机上的弹幕一点都看不到。对呀、啊，我也看不大清点。好呀。然后开始认真吃饭，然后加油上班哦。
我跑这几碗饭，我吃一碗饭。你怕李佳慧一个人吃好几桌子的饭？厉害！这说什么？对，我一个人吃了十桌饭，我吃百家饭长大的。啊嗯哇！怎么开始吃他点了？我好久之前，我都吃过了。我都吃过了呢。你们光说话不吃，我吃过了，我吃了，你不能看不起我，不要看不起我，大家。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看不起我了，不要浪费食物，没事的，有人在。我们有主力，李佳饭。我感觉是北路的，就是这个里面可能会有我刚才吃的那个山药，我觉得山药挺好吃的，来找找。哦，这个是手的药吗？加了过了。感觉它酱料太浓了。嗯。嗯，你不要吃花卷，那我们吃了好久，就是那颜色还是很红，嗯，但是会变淡一点，看来的确是有一点点，嗯，这个，但是你看，李佳慧她的口红被吃掉了，它就变粉色了，嗯，它变粉色了，啊，谢谢，再见了，嗯，谢谢。能挑食，但是我不想吃肥肉，没有看见大家，没有。我被这个辣椒呛到，这个辣椒就是不辣，但是有点呛呛的。浪费食物会掉头发。我没有浪费食物吧。可以打包回去给王小雅吃，太惨了，妹妹。王小雅最喜欢吃。我把一碗饭都吃完了，再来一碗，厉害！你真吃完了？你看，我吃了一整场。李佳慧可厉害了，大家，我吃了一整场，还没有李佳慧的几口吃的多。我吃了，这算啥？但是我有这个，我还吃了这个。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点点甜味的，它不是纯梨。风卷残莲李佳慧。什么？吃完还上秤？大妹，现在明天是不是要这个太刺激了。我一粒粒的吃，你夸一对了，我两粒两粒吃的，而且还是茶好吃的。那我要比你厉害，我三粒吃。我就这么查着，嗯，两粒，象征。嗯。吃完它，下次李佳慧是吃完了再来，嗯，收尾阶段。干嘛三爷吃？吃完饭开始吃口红了，爱杀你哦！我抓了，吃饱了，不会的，插出去。你看他补完妆又开始吃了，他只是为了用更好的面貌来迎接下一顿。嗯，什么？怎么又开始玩了？我猜你很快会回来的。你为什么要给大家看你的发际线？李佳慧喝醉了，两回喝奶茶喝醉了。你喝奶茶喝醉了，可以，很优异。嗯，它会是山药吗？不是的，我惦记着刚才吃的那个山药，那它怎么全是肥肉？是真的。灌醉了，怎么就酒醉的蝴蝶了？你不是晚安了吗？
姐还不在呢。阿姨，这歌不行，拒绝。我来。唱一唱一首。我拒绝你，我不会唱的。嗯。我吃啥了？我吃了好多呢。哦，又是我的山药。飞驰弹道，听不见，听不见，大家，我现在持续性耳聋嘞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，远离，远离，不再忘记你，我要心里不恨你。听不见，家伙不要搞这些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你。啊，我吃饱了。啊，对，你们夸我真的吃饱了。嗯，谢谢你，佳慧，不客气。什么叫克制我的方法找到了？佳慧今晚再去安妮床头唱一下。那我把他踹下去。怎么还安口？奇怪呢。今天吃饱没事干，你说你去打工了吗？你们可以看。你们什么呢？休息一会儿继续吃。我都吃了一碗饭了，我还吃了半盆的花菜，还吃了个冰淇淋。对，我还吃了个冰淇淋。对，大家今天开播之前，我还吃了冰淇淋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小炒黄牛肉一半是我吃的，还有我还吃了什么？一盘花菜啊，一盘饭饭盘，别说一盘饭盘，一盘夸张了，一盘夸张了，一盘夸张了。卡到这个万吃的故意的，我要好好吃蛋蛋的。就这在努力的吃饭，他在努力的践行不浪费这一点。他用话来应了你的话。老师啊，你还知道来啊？老师，哟，老师，你还知道来呀、啊？来嘛，来点儿。怎么又入镜了？他今天老爱我了。来点儿。你没有入镜吗？我没有在玩食物，我就是想看看。老师在玩些玩物。老师有出来听听，出来听听耳朵耳朵。一些残废中的外物。啊、哦、我好像知道了。我吃饱了，来点。我们还没了啥了吧？我想吃那个，但是没有。都被我们吃完了。我好想吃里边的那个山药，但是没有。全是肥肉，我很伤心。老师找留下你家会抵在这里，把你家会抵在这里。那洗盘子，那再过两天能再切一顿饭吃。我们忘了哪个，有山药，然后我们不喜欢。你跟叉子你在说什么？你在说揍你哦！李老板请客吗？李老板身无分文，李老板。我要表演出来。你很机车哎！我跟王诗雅带肚子就是这样啊！救命哦！不能吃，我是比较持续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冰点耶，老师你真好。老师你是我的心，萝莉干，萝莉宝贝，甜蜜劲儿，爱你。太恐怖了，吃饱了开始了。你家好油腻啊。这才是油女人，这才是油腻的师姐。你家会油腻这件事情还要说吗？你家会我不应该说马姐有病，再见。李佳慧每天都要爱你爱你，佳慧每天都要爱你爱你。
可以，下次公演你就说这个，行吧？吃饱了，开始了是吧？我没有吃肥肉，我一直都吃瘦肉。约了约了，谁约了约了？小熊香，你们能约了约了呢？不能约了约了。我觉得我有一个坏习惯，我很喜欢吃脆的。你也错了，我不喜欢吃肉，我喜欢吃脆的。来，你拍扁。欢迎豆腐豆腐回山不到了。刚吃过饭，自己人求放过自己人。慧慧姐姐，好的，我带你走。佳慧，我车该加油了，你们你好机车哦。饭后来了，点甜点，来点甜点。我已经吃过一个冰酒，还是饭前吃的。模仿一下，模仿一下，李佳慧。AKB48 AKB48 李佳慧。可以叫我慧慧，可以叫我慧慧，慧慧 A， 这个 A 才是精髓。你们可以先吃饭吗？我重来一次呢。你们可以吃饭吗？慧慧，这什么呀 ？A。AKB48 40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就是我原来以为你那一场这样，后来我在下面看过一次你的公演嘛，发现所有的字音语调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这说明他很专业。来，专业一个，快点出来给大家专业一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KB48 Team Message 的三个女生，你待会再可以和我慧慧。哎，专业 ，AKB48 Party， 烦人，专业，专业，慧慧，大家把专业打在公屏上。李佳慧那个，个土的。他那个自我介绍在我们刚披露之后的一段时间内，他现在基地已经流传，太痛苦了，看着有点不大好看。嗯，公平，专业，没错，把专业打在公平。伦敦腔，可以。很棒，很 nice。 开始发呆，nice， 听过一个只会说我爱你，什么叫我的介绍也是绝唱，我一直都有自我介绍呢。那今天你爱你，最近我一直都有爱你爱你。哎，我不哎，你不专业，你不专业，李佳慧。你被叫成我爱你，你求求我，我就告诉你是什么。我爱你的，我爱你。看吧，求求我，安姐姐，安佳慧姐姐，我就告诉你好不好？你自己改成我爱你了，因为我发现在字典里只有这个字。我经常被叫成我爱你的，我爱你。你在吃小孩做的？你的帽子是那个恐怖的花纹。鸟格，那个是千鸟格。吃小孩，约到自己什么约到自己了？那我讲吃小孩嘛。你们俩在一个吃小孩。老粉丝好像都知道我就是什么色号啊？橄榄奶。天哪！天哪什么的？加粉贼，我这个会弹的。欢迎柯小泽，多吃点吧。我兄弟们，兄弟们，那半盘小炒黄牛肉是我吃的，那半盘花菜也是我吃的。我吃了两个臭豆腐，一个糖油粑粑，还有一个冰淇淋，大花卷，一个花卷。我的兄弟，一碗饭，这花卷也吃光了。没吃完，吃了半个。他是米饭吃光的。你看，我还吃了一盘米饭，我的天哪！
啊，第一天拌偶像真的好吃，那你喊嘛，没关系，第一天拌偶像家人都不认识你，所以你喊一声佳慧姐姐也不会有人知道的，我也不会拿出来跟别人讲，你就只是想知道一个头色号而已。可以去隔壁上课了，上课上什么课，没展现实力没办法，喊过了，已经在约了，真的吗？已经在约了。好吧，1966 1966，小金条1966。下次我这个还会模仿，还模仿小雨。小雨那个没有什么灵魂，没有灵魂，什么灵魂？对的，今天零点可以抢了，今天双十一。这是什么呀？天气多云，一步小雨。不如试试新来的菜吧。不会的啦，头发不会这儿掉。今天零点零九。我不是。这是夸大。刚刚结束研究生转阶段啊。什么幼儿园大班吗你们？太太没有来呢。什么就我就毕业论文了。只是你看不到而已。小雨姐姐，小雨姐姐，还没回来呢。她在读书。什么叫她照顾我？我天天都要给她收拾。哎，不说了，好惨，天天都要给这个家伙收拾房间。没有，你胡说八道。大会姐，雪菜，让我看看，什么被念错？对，没错，你这个改了，什么？我都在天天给他，哎，不说了，他昨天半夜又把枕头踢我床上，气死我了！我睡着，我觉得什么东西，我脚边怎么又突然多出来了什么？我觉得很害怕，我说。半夜为什么会有什么软软的东西突然出现在我的床上？不要想歪啊！就很恐怖。然后一抬头，发现是你。然后半夜睡着，把自己的枕头踹我床上。是那个我抱着睡的抱枕，然后你乱讲，是你的枕头。我今天在李佳慧宿舍的地上发现了她一个月前问我借的抽风机，气死了！你没有问你借我抽风机吧？是卷发棒，卷发棒啊。什么？就我们有一次直播。然后也是在商场里，防空警报，不是消防警报响了，真的消防警报响了，当天马上下播，好抓吗？我也觉得好抓吗？什么把他自己踢到我床上，我会把他踹下去。好闲，没有，也就坏女人不能有这样的形象，忘掉，没有。什么加大力度什么，那不是这场直播能听的东西，我花钱我听。等会儿说给我也听。什么叫一起睡呀、啊、没有，他睡我边上的那张床。对，我们俩不在一张床上，我们俩分开睡，床比较近而已。对，床挨得比较近。笑什么什么？你乱讲！建议你别乱讲。哎，谢谢老樱花的牛碗，出来牛！吸管咬坏了。我觉得真的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喜欢咬吸管。什么叫还想在一张床上？是薰衣草味的粉玫瑰，才不想呢！他要是半夜出现在我的床上，我估计能把他踹到天花板上去。我之前踹过天花板，
你记得吧？我知道，我上次在床上坐起来，然后把天花板给顶飞了。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说你们看，这个天花板是真的可以被踹飞的。然后他，谢老师，然后我就也不是踹了一下吧，就是用头顶了一下，然后他就，安妮你说，然后后来天花板是真的飞出去了。然后之后我后面十分钟我都在装天花板，这个吗？嗯，还可以，那个吗？拉过，你试试。嗯，牛百叶。哎呦，这下真看不到大家弹幕，手机开着开着关机了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认真干饭。完蛋了！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还半夜凌晨2点给王安妮唱 rap， 我今天恨不得踹死他。那天我跟王安妮说，王安妮，我写了一首 rap， 你要不要听？凌晨2点多，然后王安妮说，好啊，那你唱来听听看。后来王安妮听了之后，王安妮说还不错。然后其实我就是想让他赶紧闭嘴，我想睡。然后我当时我就受到了很大的鼓舞，然后我就凌晨3点多，我从床上爬了下去，跑到了舞蹈教室开始写 rap， 然后我填那个 beat， 你知道吗？我就用 beat 开始填伴奏，我就开始写了一个晚上的 rap。大家说大家在声音的时候发歌，大家期待一下。真的吗？叫开心的狗，谢谢。大家期待李姐的新曲啊，新曲开心的狗，开心的，行，开心的狗，至少要像现在那么开心啊。咬我呢！你失落的猫是在多少岁发的？19岁。会请示不？什么叫会家暴吗？19岁失落的猫。知道你明天3点不睡。开心的狗不算偷哈，他们早上。怎么就给他们早上？我今天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要发首歌《开心的狗》。最近啊，开玩笑的。这已经成我们刚开始进入基地就开始一个梗，对。你在会上发歌了，开心的狗。Oh baby， 开心的狗不会欢迎。出去不管，我说了。什么同行？我听不见。什么同行 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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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
安妮才吗？我去，建起高高的壁垒，我害怕他非礼我。不会的吧，爸爸？怎么会呢，爸爸？哎，他摸我哎！我没有。我刚刚听坏了，他从汉堡杯变成汉堡包。爸爸，我没有，爸爸。他摸我，我错了。好可怕。安妮今天没戴假发片哦，安妮今天真的很的，就少了头发，就那么一小撮，可以，然后接下来什么呢？不记得了，还有谁记得了？什么你拍一，我拍一，什么支付的，什么支付的猪，什么支付的猪。我也觉得我带了两个小孩，得了吧，两个小孩回去还要给他收拾房间。没有，你又胡说八道了，什么两个小孩回去，下次给你收拾房间的时候 我录个 vlog 真的虚了虚了。哎，你就这样，上次我在家会路上坐的时候顺便把他桌子收拾的一干二净。那天回来很诧异说，哎，是我妈来给我收拾的吗？哦，对，我好奇怪，我给你收个李佳慧。我那天好奇怪，我问的是妹妹，我问王旭雅说，王旭雅你又给我收拾桌子了，然后王旭雅说啊我没有呀，就是你知道我那天所有的东西都不在原来该有的地方，我那天一回去就特别整齐。上星期元孝敬老人了是不是，头发又掉地饭里了。哎呀，回去也得洗头了。给李姐说，哎，看开了。三七感觉好幼稚，什么又幼稚了？谁幼稚？你乱讲，四七比我们还幼稚，不许乱讲。乱讲。我这里好，我把手伸到这里好白哦，这里的光好亮。可以啊。让妹妹帮你说，不是我呀，让妹妹收拾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洗完头，我现在还帮我梳头发。
看你怕啊！王轩今天还帮我吹头发，我今天头发还是王轩吹的。你看一下，你就很像老年人。就我在，我就喊我让王轩叫我起床。你这个。我自己定了三个闹钟，然后一个都没醒。你是住在敬老院里吗？然后后来王轩还把我叫起，你是住在那种。然后王轩把我叫起来之后，然后后来王轩把我吹头发，我就自己在那里化妆。王轩把我污蔑后辈。没有，司机很厉害，他们都自己在。我已经展成功，我也可以。我今天好香啊，他们感觉肯定这些打人照顾的很好的。今天我就做饭给你，我要吃。但他天天你做饭给我吃、啊，你又之前你又不会到我们寝室来吃饭，你自己个主动给带我们过来。什么老年人呀、啊？我是年轻人。不是，主要是我们家你吃完已经没有了，不用再叫我。我不是，不是老年人哦，是团宠是这样。什么？什么妹妹已经是三七星之最成熟，才不是嘞，确实嘴硬，不准点头了。是你要是跟王轩雅住一个宿舍，就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了啦。吃饱了，我也吃饱了，好久没出去旅游了，心里好不好？去旅游，我们现在就在外面呢。今天吃的啥好吃的？今天吃了很多，来报菜名。今天吃了春烟小炒黄牛肉和一盘春烟小炒黄牛肉，还有什么一盘不知道什么的花菜，还有那个什么四个银丝卷，然后那个糖油粑粑，擂椒皮蛋，那个臭豆牛蛙，很多呢，臭豆耶，臭豆耶，还有冰棍耶。耶！那个 rap 不要，可以吃半串 rap 哦，还有红烧肉，对，你们糖油粑粑。超好吃，对，今天是很多的一天，非常可以。李佳慧还吃呢一碗饭，对，李佳慧还成功的吃完了一碗饭，耶！什么一个人带大那么多孩子？你乱讲，我还给他洗床单呢。你给王轩雅洗床单，洗好几次呢。对，他给王轩雅洗了好多次床单。心疼乐乐，安妮幼稚还是哲哲幼稚？你幼稚。对，没错，李佳慧最幼稚啊！我们一致投票，都少数服从多数，选择李佳慧最幼稚的举手。等一下，我的脚起不来。你在？哎呀，我跟他们玩，他们拉帮结派。我们就拉帮结派。怎么地？拉帮结派。哎呀，我也巨凶，什么巨凶？你有除了吃饭，还有睡觉。哎呀，我怕打王者荣耀只能自己来。是这样的，他们太菜了，没法跟他们打，太菜了。对呀，没错，刚才柚子说我们幼稚，所以柚子是最幼稚的。我同意，我的脚也翘起来了。其实我投了对，我还对，我也投了四票，对不起。所以我们一共是八票。对，不行啊。你等一下，我举了，我们投了四票，八票哦，对，一共八票，李佳慧只能投四票，对，李佳慧最多只有四票，所以我们赢了，我们被杀，我们不可能那个，我们不可能输，不会输的。那分量算一，李佳慧一个人算十票，是这样。待会差不多得了，好吧。你是章鱼，章鱼是不是不止八只啊？章鱼是不是？不知道呀。晚上好呢。翻译，不准点这个歌，要点这个歌，下次你自己过来给我唱。什么幼稚鬼，全好，这个是送他，送走。
没有，其实只是在咬咬吸管。你们就不能和平相处，每个人顶着一个幼稚鬼的称号，不可以哦，他们最幼稚了。哎呀，反正王轩雅很好，我们王轩雅可会照顾人了。搓搓搓，是你的搓。安妮，安妮。谁干的？这是超级幼稚的。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哦。我把它转过来。这是人干的事吗，兄弟？来，你们转过来看。这是你们说说。牛问号。是个人干出来的事情吗？你的鼻子有两个孔。是的，还挂着鼻涕。牛牛，张家哲干的，张家哲，我服了，这是人干出来的事情吗？我是无语。牛叔谢谢我，他说他从来没有过这么酷酷的耳钉。这是啊，鼻钉，鼻钉，这是鼻钉。我跟你讲，我会读心说，这个牛对我的感谢，全部从他的眼神里透露出来。那眼神都散发着坚毅，智慧的光辉。他是在吃饭呢，散发着感动。流出了感动的泪水。这牛很不错。老师笑激烈过去了，他说牛都快哭了。做核酸，对，做核酸。我们很专业，就是我们现在外出都是要做核酸的，对吧？牛啊，现在为了安全外出都是要做核酸的。牛有人才。牛是他比较喜欢这样。我明天能出核酸结果吗？能，24小时呢。是不是还得来这儿取啊？哎，对的，只记得来这儿取啊。让这个牛去基地来找我们去。怎么做两个鼻孔？这个是为了确保，对，为了确认它一定的那个结果非常，因为那个牛它要出去旅行了，它要变成旅行牛牛，旅行牛牛。哎，记得给我带礼物哦，牛牛。旅行牛牛还要走，我要明信片。这个核酸的棉签有一点点长。牛说，这核酸上头。哎，牛的眼神中我们可以看出很多。完，你这个牛的头发比你多。真的是。打起来了。加油。关键。出去打一架。我查一查。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九根十根十一根。大家，这个牛有12根头发，完你都不一定有这么多。你看，这那么多呢。打裤带，快！吓死我！哇！有点反，不行，你这个就是反应不够专业，再来。你不要打了。我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我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。哼。没意思。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不是窗边吗？哎，我记错了，是窗边吗？身边。啊，我记错了。怎么是你鬼吧送你来到我窗边？给擦一下。恐怖。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是那圆圆的明月。什么呀，这么多头发呢？茂密，懂不懂什么叫茂密？看这个牛还是双眼皮吗？我也是。还有一
个，它可以送你一个挂件，包包挂件，就是那种牛的，圈圈小小包那种挂件。如果鼻孔不够的话，我不要。你往里加牙签。那你怎么也睡不够的困困？来送到窗边。送谁到窗边？圣诞老爷爷送到窗边，恐怖哎！耶。圆圆的明月，什么呀？什么假照片的？听不见呢。哇，你连刘海都是假的，大家真实。什么叫真实？他只是卡的比较牢固而已。没关系，你离他离我很近，因为我有贸易。哎呀，老师，你吃饱了是吗？什么斗牛？不可能！这样显得我很能吃的样子。再看看肚子，这得四个月了吧？这说什么鬼话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好恐怖！干嘛？我见过，我见过姐姐很多，很多没有。说话的时候是什么白色地狱？拼图，你们敢送我就敢拒收。我说老师，收到拼图的话，把我送回去，把我拒绝。他当时就拼了一个绿色的拼图，然后他就放在那个宿舍的那个桌子上，就是那个墙上钉着，很好。他说他拼了两天。对呀、啊，两天呢？两天呢？你们打我的、哦、对嘛？我很快呢，我很快呢，那么多，很快呢，快速度，速度，哇、啊，你真不错，哇、啊，你真不错，我说的是百米，啊，你的饭呢？差不多了，吃的差不多了，一半都是我吃的，没错呢。我一个人吃他们两个人的饭量，可能还多一点。差不多，只是快要到结束的时候了呢。怎么办呢？我爱你吓哭了，我都没亲到。哎，你别哭，还要去上秤呢、啊。我们要不要去了？这才叫左拥右抱，可怕！哎，李家范，你才是李家范，喜提外号李家范，喜提李家范，李半盆。啊，然后今天的直播呢就到此结束啦。大家吃的开心哦，吃的开心。反正我吃的挺开心的，我不知道别人很开心。吃的很饱，嗯，希望你们看着也开心的，食不知意哦。耶！好啦，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